师傅贵姓啊？我姓宋。啊，今天我们来到了平安县方子乡，宋师傅这个西葫芦棚圈。宋师傅，您是从这个什么时候开始用这个巧克力的？19年啊，用3年了。用3年了。您用了这个巧克力，感觉这个效果怎么样？还可以。咱可以这个稍微露一点啊。挺好。就是说，您能这个细致说一点，就是用的这个巧克力，这个西葫芦，无论从这个样式、土质，还有这个带瓜能力，你说一说吧。还行。能细致的说一说，就是说这个叶片长势，还有这个叶光。叶片儿嘛，还可以。那个么个，还瓜挺亮，挺么的哈。就是像打了一层蜡一样哈。还行。咱种了多少亩地啊？我这个地是个1亩4分地。1亩7分地。4分地。1亩4分地。冲一次的话，咱冲多少去了？我冲50-60斤吧。50-60斤。反正您用了3年，这个感觉这个效果挺好，是吧？大家可以看看。正是我这个西葫芦哈，用了这个巧克力，然后这个带花带果样式情况都挺不错。好，谢谢您对这个巧克力的这个支持哈，3年的老用户。好，谢谢您。祝您这个今年丰收高产，卖一个好价钱。好嘞。